这一把可爱的东西叫做刷子，刷子是拿来干嘛的呢？也是沾点洗板水，沾点洗板水，然后呢刷洗主板，刷洗那个芯片，刷洗直吸网都可以，它呢就是刷洗用的，沾点洗板水刷主板，刷那个芯片，刷那个直吸网，刷一切你想刷的地方。当然了，塑胶就那个外配除外啊，它只能拿来刷主板，别的地方不要拿来刷，它该干嘛就干嘛。如果说你要刷别的地方是吧，重新再买一把，分配该干嘛就干嘛，不要随便乱用，因为这个东西是要配合洗板水用的，洗板水呢有很强的腐蚀性，洗板水呢不要拿来擦手机的屏幕，也不要拿来擦手机的外壳，更加不要拿来擦你的电脑啊什么的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它叫刷子。